你现在10000播放量都没有了。呀没了。好的，欢迎观众老爷们收看本期单肉一张六的精彩解说操作斗地主视频。兄弟们，你觉得斗地主大家可能会有偏见，但是我感觉这个将斗地主完全没有问题，真的，尤其是三号位。你看这一波这个队友是曹昂，李觉每回合稳定伤害，有的人说李觉四害不如，但是单凭他一个易算这个技能就已经远远超过四害了。兄弟们，不慌不慌，三张决斗要他的命。那么这一局呢，没抢到地主不要紧，给年轻人一个当地主的机会。年轻人他需要活力，知道吗？他需要希望。开局这把 AK 埋伏他一手，大家记住啊，马良二号位、三号位是必须刷无懈的，不要问为什么。啊，这一波他有加一码，准备卡一年，看他怎么说。一张杀，一张蓝蛮入侵，好，游戏结束了。还有无懈，那游戏更结束了，甚至还有一张决斗。这波怎么办？先上闪电。兄弟们，你们不要觉得输出的牌很多你们就不在乎排序了，我告诉你们，不管遇到什么情况，你一定要做出最稳的选择，知道吗？万一人家手上三张桃，你就秒不掉他了。不慌，继续。我还没有杀过银呢，我还没有杀过银。这里我想了一下，到底是签贯之斧还是签白银，最后想了一下还是签白银。好，你看是不是三张牌？我刚才如果不过牌的话，这把是不是就秒不掉他？兄弟们，排序真的很重要。兄弟们，这局我直接秒选地主，为什么？因为对面是一个夫长和一个士兵，我没有理由怕他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一个四害，一个魏延啊！你们想什么呀？你们还敢来斗地主啊？我不知道你们哪来的勇气斗地主，知道吗？哎呀，你还会刷桃子呀？你个士兵，你好厉害呀！我好怕呀，我真的好怕呀！你有种啊！火攻啊，让你回一滴血，好吧，让你回一滴血。我不知道这把怎么输了，知道吗？你继续砸蛋，好吧？啊，我扣血了，然后呢？无懈，这个蓝蛮不能开，先丈八杀这个魏延，过个菜桥，拆郭家的桃子，没拆到桃不要紧，我相信他已经没有桃子了。郭家哪来这么多桃子啊？吹牛逼呢？大哥牛逼，大哥好吧。然后呢？四张牌，我不知道输字怎么写，你知道吗？我堂堂一个大将军，我不知道输字怎么写，我求求你们两个赢我。我会怕你吗？然后呢？七张牌，雷杀。你顶多打一点伤害啊！南蛮入侵，给个机会啦，阿婶。兄弟们，我觉得刚才只是偶然情况，我这个人不信邪，我这一局我还要抢地主，对面又是夫长，我没有理由不抢地主，我不知道输字怎么写。我觉得刚才只是我轻敌了而已，这一局我认真打，冰凉寸断一贴，顺手牵羊无限。你看他不签冰凉，啊，他还有个无懈啊，兄弟们，他还有个无懈，火攻，就这个牌想秒杀我，无懈可击啊，无懈，正常。借刀杀人，过河拆桥，你还当忠臣呀啊，你还借刀杀人？当取精锐之兵而进，好，杀他一刀就够了啊，这个时候只能杀一刀，结束。无懈可击，好，又有无懈，然后呢，摸两张废牌，闪，出闪，可敢挡我？好，青蛙剑丢掉，藤甲也丢掉，杀一刀，杀，再杀，然后呢？借刀杀，这个青龙刀不能给他。然后呢？九杀，啊，我还有三滴血，我不慌。你这个庞德最多打我一点伤害。然后呢？好，青龙刀丢掉，杀他一刀。好，上藤甲，好，杀一刀孙策。再火杀这个庞德，结束了。兄弟们，秒一个还不稳吗？你有种一张九火杀，一耳光打死我。火攻梅花你有没有？啊，不要紧，你没有属性杀啊。雷杀。对不起，好吧，夫长们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发自内心的觉得我错了，对不起。我发自内心的觉得我不该关街骑士，好吧，是我不对，是我弱智，是我蠢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好吧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对不起。
麻烦下次遇到一个叫单走一张六的人，你们要放他一马，知道吗？他心理压力太大了，承受不住。我已经换号了，好吧，大将军的号我不玩了，我不敢玩了，我不敢说我自己是个大将军，我不敢说我自己充了25000，好吧，我他妈现在连白嫖玩家都打不过了，兄弟们，我的操作有没有问题已经不重要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我太弱了，是他们太强了，好吧，是他们太强了，我打不过，赶快放几局这个比较顺风的局，让我们缓解一下压力，好吧，缓解一下气氛，让我对这个生活以及做视频还有活下去的信心，好吧，感谢感谢。那么这里呢，第一回合秒不掉他怎么办？把他马拆了，然后让这个诸葛国给他打鸭子，然后呢，哇，大哥，你一张闪都没有吗？好吧好吧，他把桃子给我了，刚才这个地方他没有闪，直接九杀。为什么没有闪？因为这是我一个老玩家的直觉。那么这一局呢，借学生不稳，二号位借学生很难打的，选个司马徽吧，反正也没将可。哎呀，你他妈的选个关羽是什么意思呀，大哥，你选个郭嘉都比这强。哎，兄弟们，同样是十字掌，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呀？你选个关羽，我麻烦你还是选四害好吧，我有点怀念四害了，真的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玩了，好吧，随便打，这把随便打好吧，反正也赢不了。哇，这个二爷居然还会重铸，牛逼了呀，这个二爷居然还会重铸，太强了太强了，厉害厉害。好，直接送九杀， nice。 这你妈怎么赢啊，这拿头打啊，他这个蓝蛮入侵好像骗了我一个无限，我之前的理解好像是只有没有龙凤印的情况下，你受到属性或者锦囊的伤害会掉血，但是后来好像不是这样的，好像是你装备防具之后你才会掉血。哎呀，我真的是下饭呀，这一波我是下饭啊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玩的，你知道吗？九杀，然后呢，他应该是会杀我的，火杀，我大爷岩放了，这赢了，哈哈哈哈。这他妈都能赢，果然有十副长的局牌都会很好。兄弟们，这才是我的理决，知道吗？这个无中生有让他无懈，好吧，不要抢，这个顺手牵羊才是真正要他命的地方。兄弟们，秒一个绝对稳，四张闪我不怕。好，跟他大战了十几个回合之后呢，最后把他杀了。好的，感谢老粉观看，我们下节目再见，拜拜。